Hello， 又是我，这次没有回复啊，蛮让我意外的。那这期出了我非常喜欢的牡丹，是不是这样念？牡丹还是牡丹？随便啦啊。那这只牡丹呢，我就是他的小弟，我就是他的墨镜。那我跟他非常的相似啊，在某个方面，他嘴很紧嘛，我自己呢手头很紧，电属性步枪哦，我以为他是机枪来的。原来只是步枪防御型。那其实上一次我也看了一点点他的技能，我感觉他就是一只非常坦的竞技场 PVP 角。那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不太需要抽，毕竟我自己 PVP 都没有玩的很多，就随便而已。加上其实有人解包说下一个版本情人节都会出那个吕布初音跟那个戴眼镜的吕布，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会是限定，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把钻石留给那些限定角色，这些毕竟可能你到时候抽限定的时候可以挖出来，加上长珠也会放进去。不过呢，他因为这次没有更新了，没有维护，所以没有放心的在长珠里面，有点可惜。我原本想说这次会放暗影大人的，但是他没有放，所以我也只好继续蹲。我也差不多蹲到600多张了，他还没出。我猜应该要情人节再出，所以情人节我们再抽吧。那回到这边，在主线跟上一次那个樱花的活动里面已经很蛮吸引人的了啊，这只角色很傻，我很喜欢，不过他背后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不过他衣服蛮漂亮的，你没有看到他那些刺绣啊，就蛮精致的，很仔细耶。不过你也不会拿来 PVE 啦，所以主要还是看他的 3D 可爱，只是他平常就没什么好看的了，只有前面能看而已。那技能组方面，一技能是每次去1%体力防御力都会提升 3.5%， 这个是永久的，也就是说他失去 99% 的体力就会提升非常多%的防御力，那也挺猛的哦。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些秒杀的离机耶，就是说可能只要你低于 20% 的血量就会秒杀的这种，他没有这种离机，所以我觉得这只这样看来蛮可以放的。只是他由于是步枪，步枪通常他的冲人都比较慢，竞技场都是需要一些快冲人的，例如红莲一刀流那些，或者是我现在用的就是泳装阿尼斯那个响弹枪，嘣嘣嘣嘣嘣秒杀对面，所以都比较看重他的冲人。那步枪不能说超慢，也不能说很快，就一般，所以你另外一些角色都要选一些比较快冲人的。然后他武器变更的时候，普攻每命中5次都会对目标造成 47% 的伤害，那这个要触发就是要开大绝，大绝是变更武器，那大绝就是变更武器，然后对目标，然后每次伤害都会造成最终的 14.7% 伤害，持续10秒，然后还会追加吸血啊，持续10秒跟嘲讽10秒。不过要注意的是，他开大绝的时候没办法躲在掩体后面，再来可以帮全队降低所受到的伤害 35%， 以及提升防御力 14%， 都是一些加防的技能。那由于他的大绝是40秒，所以他一技能的被动只能触发1次啊，竞技场很少机会能触发2次40秒的大绝的，开了大绝就可以不断对敌方造成 47% 的伤害，蛮可以的哦。他大绝类似是神罚的那种无限子弹的。最后是二技能，最后的子弹攻击时是向攻击力最高的3名敌人发动嘲讽，最后的子弹，也就是说你不能看大绝，因为大绝是无限子弹嘛，那这招嘲讽就没用了。不过他大绝自己已经有嘲讽了，所以这招也有点矛盾啊，只是让你前期可以嘲讽敌人，快速嘲讽敌人，所以他的装备也不能配一些增加子弹的，魔方也不能。再来是自己体力小于 20% 的时候就会发动这个增加自己最大体力3秒，不过他只能触发1次啊，第一次会触发帮你增加最大体力 91%，慢慢递减下去，看起来就很难秒杀的那种，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如嘲讽者。我们看一下他的大绝吧，毕竟是不是无限子弹我都没有很确定，看起来对了，
类似神罚的那种，只是他准心呢不会变到神罚这样一个范围的攻击，只是无限子弹而已。所以整体来说，这只不会拿来推主线啊，打一般的关卡。不过呢，我还是会抽的，毕竟长柱都比较容易抽嘛。来吧，看吧，已经我有没有讲错？我有没有说错？现实越非洲，游戏里面就会越欧。我相信这个道理，麻烦给我出来。然后我下一个情人节就可以保底，也没差。对，就是 T 字头的泰特拉的。不得不说，有哪款游戏我可以这么欧？哇，每次都几十抽搞定。哎，看来我已经把所有的运气都放在这游戏了。还好说你已经不用说什么你要抽到五六只才能拥有它的基本技能了。你看看隔壁的干，你要抽到满你才能体验到这只角色。整个角色你抽一只回来只能体验他20-30%的实力，你记没有？你抽上去只是数值高一点而已。这次就不会拿去积极尝试了，毕竟地练度肯定打不赢了，加上我现在积极场也就很一般，我现在队伍就这样组的。虽然我的防御型角色都没有练过，他装备全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在这边的。你看到我全部都是零等装备，技能全是，所以我都没怎么再玩了。我连刚刚抽出来的长发公主都没有开始练，所以就不拿来这边试了，因为肯定打不赢的，只好拿去拦截战上面看看他能顶多少伤害。说到防御型呢，我之前是很推萨克拉的。如果你还没打得赢火车的话，我之前自从拥有他之后，我就可以打赢火车了，毕竟他防御力蛮不错的一个角色。我只不过他那个加防只能触发一次，所以后面我都没再用了，因为后面我的火力也开始慢慢的提升嘛，所以就不太需要了。比较麻烦的是他的嘲讽不是一直触发，所以有点麻烦。只是我知道他失去1%的体力，然后如果他之后回上来回血了，那之前失去的还可以帮他提升防御力吗？我想试试这个。好，现在受了不少伤害。哎呀，但是他没有血，他不会帮我们炫了。现在我已经失去比较多小怕的伤，但他这边只写了每失去1%体力就会帮你提升防御力。干，写清楚一点嘛。然后我可以慢慢吸血嘛，没有吸血，所以他吸血也没什么用啊，要太大血才有用。至于嘲讽的话，你打这只他有陨石跟一些他那些大口径补枪，他超低练度也扛不住，砍了200万，然后就没了，可能要高练度才有用。但我自己呢，我都不够资源练其他我平常 PVE 的角色，我怎么可能给他呢？对不对？所以这只也只会继续放在仓库里面了。哎，拦截战热场都完全抽不到朝圣者的。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我们等到情人节再抽吧。我们下次有缘再见，我是林，拜拜。